我请广吃吃网红城市湖南长沙，配你爱特的人就要请你吃。老板你好，来个惠灵顿牛排。好的，需要稍等一下哦。好，怎么卖的呀？三十八一份。好，这是蘑菇酱，蘑菇的话我们用的是那个小黑胡椒，它的口感会特别的香。撒点黑胡椒，再来个小按摩，煎一煎。出锅了。 怎么说？你说刷一点黄芥末，我想着在夜市里面做困了一顿牛排啊。这个反正也是好玩嘛。一边玩的一边赚钱。对，赚一点点钱。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视频。刷上小料汁。说是海鲜。然后那表面这一层酥皮更加的酥脆一些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刚刚冒汁太好吃了。哎，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来帅哥。来一份那个酒蛙汉堡。好嘞，安排18寸的墨鱼大汉堡。哇，好大一个呀！多少钱一份？一百六十八。 哎，帅哥，这个牛肉饼要几分熟的？我要个九分熟的吧。9分，OK。可以安排，放点蔬菜。放点橄榄菜，自己熬制的，是这样。哇，整上炸鸡了，老板。拿2个鸡蛋，这个得500以上，你的胃才停得下吧？一 TB 的胃才行。你这个汉堡当蛋糕挺合适的，又好吃又实惠。嗯，三分吧，奖励完成了。哇哦，给你放个笑脸，祝你天天开心。 帅哥，你的墨鱼大汉堡做好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来一份这个爆炒鹅卵石。好的。怎么卖的呢？16一份。来一份。好嘞。老板，这个碗还怎么吃啊？嗦一口放嘴里，嗦一口就丢。哦。大方一放，辣椒一放，石头香又香啊。这是道硬菜呀。这个嘎嘎硬的，崩牙。那我吃完这石头还要还给你不？不用了，可以带回去做纪念。西施穿山戴，人走石还在啊。好，打包出锅。再加点油。哎，老板你好。哎，来了帅哥。来一个小战斧吧。好嘞，68一份啊。先
你以前的那个黑椒酱。好，帅哥，酱帮你拌好了。好，谢谢您。我真的太爱这一口了，我太爱吃长沙这个城市了。